苗栗县八卦村泰安联络道发生了一辆机车跟厢型车的碰撞意外，58岁的杨姓骑士伤重不治。他曾经担任台中市警察局侦查队长，侦办过震惊全台的角头翁其南枪击案。而巧合的是，厢型车张姓驾驶也是退休警察。另外一起是台中一名韩姓员警骑机车执勤途中，遇到前方车辆违规变换车道，闪避不及撞上，伤重不治送医，而留下了妻子跟一对4岁双胞胎，令人不胜唏嘘。苗栗县八卦村泰安联络道发生一辆机车与厢型车碰撞意外，机车骑士虽然有呼吸心跳，但已失去意识，横躺在马路上，送医过程中没了生命迹象，宣告不治。警方调查他的身份，赫然发现杨姓机车骑士曾经担任台中市警察局侦查队长，还主办过震惊全国的翁其南枪击案。退休后常骑车到处游玩，没想到出意外。在骑车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啊，早上出去就没有。杨太太也是退休员警，难过的说不出话。巧合的是，另外一个车祸当事人张姓厢型车驾驶也是退休员警。同一天，台中也有员警发生车祸，39岁的韩姓警员，台中市第6分局支援市警局督察室，骑机车执勤途中，前方车辆违规变换车道，他闪避不及撞上，伤重送医不治。他工作的时候都很积极啊，对他负责的工作都是很认真的努力的完成，震惊很错愕。很难过。同事都说韩姓员警个性温和，工作认真。更让人不舍的是，他与妻子育有一对4岁双胞胎，妻子全职带小孩，如今家中唯一经济支柱走了，这个家顿时依靠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